大家好，我被要求呢给所有想申请这个基金的同学呢一点小小的建议。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我觉得这个他们的研究学者基金呢是非常有竞争性的，所以如果你想要申请的话呢，首先第一个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非常要花一些时间去考虑你真正想从事的研究，你的 idea 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把你的研究方法很详细的表达出来。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研究计划的执行情况。这个执行的你的执行计划呢，不仅仅是在于你的资金安排，还在于你怎么样计划你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三点你都能考虑到的话呢，你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哟。